这都是我没唱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嗯，就完了啊。好的。他在哪里啊？他在隔壁桌。好。我待会儿有一个建议啊，就是我跟欧姐待会儿站在这儿唱一遍，然后你们一个人代替我，一个人代替他，你们演一遍，这样我们记录了，然后也不耽误一遍的功夫，你觉得行吗？行。我们先吴老师先带一遍给艺人看一下。好。好，音乐准备。三二一，走。我觉得很好，真的。就是那个啊，对，还是有这个。耳机 OK 的。我是我的粉丝，谢谢。好。借给我一点点。我记得你要唱那个吗？忘了你也没有用。我不唱了，你不就说的那句不说了，你不说了是吧？我不说，我就等你的气口嘛。你看，就是那个啊，你跟我唱最后一句是吧？对。将往事留在风中，你跟我唱这句啊 ，OK。那一句没有人说哎。就忘了我就没有痛。好，你这么说，好，好好好。可以的，谢谢老师，但是我唱不好。